chicken beef.有下船的机会，你就要立马逃出去。我当年不过是听命行事，饶了我吧。杀我阿娘也是听命行事嘛，都是崔氏让我干的，我的妻儿老小都在他手上，还在胡说八道。饶命啊！我有崔氏四枚供珠的证据，我全给你。如今珍珠楼被毁，这崔十九。 正忙着抢救供珠呢，供珠交不上去，崔氏难逃满门抄斩的大罪，崔家已经自身难保了。燕定，你还是多为你自己着想吧。燕子敬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谋划的。今日。 我就要用你的命来祭我燕氏亡魂！端午！ 凭什么说是你的？你是我娘留给我的。你阿娘？朱长鹏，阿娘，朱长鹏，阿娘是我阿娘，给我！那叫你阿娘来拿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给我！ 现在在我手上，那就是我的。